今天到我们这个群英会，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听您来清唱两句？清唱啊！嗯，那我就轻声唱哈，因为好久好久不练啊。林妹妹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似一朵青云刚成穗。 直到他佛内草莽生青梅，恰女儿嘞，孤家清静飞索嘞。檐前又是花照衰，影动好比风罢嘞。眉梢眼，歌唱秀气，声音小貌露。 哎呦，太好听了！作为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姑娘啊，评价一下这么柔美的越剧，羡慕。嗯，对，就我们那边都跟你们不一样。对，我们那边都太彪悍了，就看到这样的美丽的女子，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。当时您说您这个小的时候是很内向的一个孩子，是那内向的孩子怎么会把您选去学戏？这个就很奇怪，就是其实我。 就平时真的是很少说话，就有点儿，就见了陌生人就有点紧张。那么我从小学习成绩非常好，语文老师特别喜欢我，因为以前学校他有一个宣传队，老师就选中我了，去宣传队了。对，然后我就二年级就上台朗诵，所以但是很奇怪，我一上台我就不紧张。 哦，天生干这个的，面对一个人的时候说话可能会脸红，会对；面对一万个人的时候说话就很放松了。我就是我就是叫人来疯，对，我就属于很奇怪，就是，在侧幕条如果演戏哈还没出场的时候，我就心蹦蹦蹦蹦跳的特别紧张，只要我一出侧幕条，哎，就好了，就很奇怪的。那您这当年这个戏曲功底啊。 对您后来这个电影表演有什么帮助？那肯定有帮助。我觉得我始终有帮助，因为学过戏曲，你首先你戏中戏，它肯定会占便宜。还有个你去学舞蹈，学各方面的东西，你身上它有的东西都很相通的。哎，我刚才老师在说的时候，我又在翻这个相册，我就看到。对，这戏妆照太漂亮了。 陶老师，这个以前学越剧的一些照片，对，大家看看，这个就是舞女拜寿，就红的那个，这个是吧？对，就是导演就是拍这个戏发现我。您看那，就这个时候是这个就是还在瑞安越剧团，颜值真的是太高了，中间这个。然后这边右边这个大家在练声，啊，这是练声。这是我在艺校学习的时候，后来我们到了杭州，就是在艺校就集中学习了两年。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在02年我举办了一个个人演唱会。哦，啊，对，哇，莎娜想不想今天在这儿跟陶老师学点柔美的戏曲动作？当然想了。莎娜有点基础，学过这个舞蹈吧？民族舞，对对对对对，肯定的。来吧，哎呀，那这两下子就不像，这来吧啊，这您是来林黛玉是来贾宝玉的，贾宝玉都不这样，谁也来不了这个啊。 学环差不多了，这个啊，学什么？就来个云手吧，然后啊，那他会的，然后指出来，对，点出去，主要是力气在这儿，对，对，翘出来，对，这样指出来，因为他们说就说手上也要会说话，哎，这手真挺难的，你把这个指头僵硬了，这俩指头又你先别评论，你完整来一下，你展现对，一个云手啊，云手要看到手，对。 然后哎，指出来，然后再这样，我美吗？这就不会了，这就不会了。对，因为他手是怎么过来的？他有水袖嘛，有水袖，你可以撩撩的水袖这样，哎，把这个亮相，还有后勤的是吧？对，稍微有一点点往后倾。啊，嗯，好，哎，挺好，行。陶老师评价一下，您觉得这学生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他学过的嘛，以后再有这个反串的，反串的这个演出，英俊哥，你学的也特别好。就天生有这，我有这个媚劲儿。对，你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快点。来，我跟你学就行。对，来来来，这个云手，对，走，往这边，这样。